铁野科长的车队经过的时候，这三栋建筑物的任何一扇窗户都有可能是伏击点，所以一旦有动向，行动股的狙击手要先敌开火，哪怕杀错人。当然了，也不排除这个满洲罗宾汉会近距离行刺。 地面上的事儿，韩股长，哎，地面上的事儿你来说吧。这条街东西600米，我们情报股的任务是筛查所有过往的行人，哪怕是一个3岁的孩子，只要携带的物体超过1米，都要进行严格的盘查。 安排好了。嗯。为了保密啊，大门口只进不出，没有我的同意，今天任何人不能离开。总机外线切断，大门口设双岗。听明白了？明白。去忙吧。是。哎，宋主任。 老三，老三，我伤成这样，他都看不见了，还是不够明显。我再帮你豁开点料。你他妈就是拿枪崩了我，他不想看见，他还是看不见。现在就我跟你两个人，你跟我说句实话。 那天在医院到底怎么回事？不是都说清楚了吗？我压根就不相信田小江。行，那我再问你个事儿：你在铁路上见多识广，听过那个满洲罗宾汉吗？满东北应该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名字吧？凡是单枪匹马改革日本人死磕的，老百姓都叫他们满洲罗宾汉吗？ 你这个人呀，一身油滑的江湖气，说的每句话都滴水不漏，但细琢磨一句实在的都抓不着。广科长，你要这么说，那我就都不解释了。你说我以后叫你什么呢？宋主任，宋大哥，宋先生。 叫什么都行，只要你高兴就好。行，去忙吧。我这胳膊不会留疤吧？留了疤，我可穿不了无袖旗袍了。我。那就穿有袖的。再者说了，就你这女魔头。 还指望着将来谁稀罕你这小白胳膊？这么说话我可不爱听，女魔头。那聪明。哇。嗯，那人是遇到了多大的事儿，脾气比杏仁变成这样。宋某人啊。嗯。你们俩啊，毕竟相处了就这么几天，这个人这些年经历了什么事儿？ 谁也不知道。总之吧，这男人的脖子再硬啊，该低头的时候还得低头。一直低着，就抬不起来了。嗯。你看看这报纸，重庆那边正庆祝双十节，就在报纸上写了这么篇文章：抗战最后阶段。 他们是真觉得日本要完了呀？日本人这是打算，一旦时候不对。
就放下东北回他姥姥家了。要真是发生什么，眼前这几个一个都指望不上。嗯，你别看我啊，我年老色衰，你却不让我。行，我知道，你只能指望我自己。白可白的吧。行，少来点，明天一早还出勤呢。